没啥问题吗 ？OK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啊，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关注，上一下粉丝灯牌，谢谢。有些痛重叠了，有些梦撕裂了，有多少话还没有说清楚的，有些爱错过了，有些泪流干了，那些人走了就不再回来了。有时候我笑着以为够幸福了，有时候抱怨日子虚伪的过着，有时候想不起来存在的理由，只因为不再有你看着。人啊，多么的矛盾，人啊，脆弱的不堪，以及我们还要互相伤害。人啊，越是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，我们只好越走越寂寞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感谢蛋黄酥宝宝，感谢陈，谢谢大家。可以戴上耳机听啊，因为这是用麦的。还有多少话没说清楚，有时候想不起来存在的理由，只因为我只希望有你陪着。人啊，多么的矛盾，人啊，脆弱的不堪，以及我们还要互相伤害。人啊，越是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，我们只好越走越寂寞。感谢晴晴。越是舍不得给，其实我们要的不多。感谢等，谢谢。用的是一个手机的收声麦啊，所以讲话声音会非常的细节，连这个嗓子的这个气泡音都可以很清楚。